活掉。就顶太阳吧。哎，这都是你的理想状态啊。但是你永远能保持满血，你不可能保持时刻有盾啊，他跳上来你就死了。你跟他打呗，你跟他打他不给你贴外挂。你有防备的时候，你还有机会对他出手，你没有防备的时候，太阳不够，十四坑。女王。我跟你说，他有外挂的时候，那个跳的那个动画动作，基本上就是没有的。他一按跳，他直接在你面前，啪就过来了。嗯。而且每次都能跳中，每次都能跳，这次跟。操！开始了。没有扣那种人的话，被杀的不行了，爆刀子也爆了，没办法，肯定被team爆了。为什么这个宝宝在一直在加血呢？什么意思？这个宝宝是谁的？是公家的吗？为什么会一直在加血呢？下次不是了，我穿的运气没有那么高伤害。对呀、啊，我感觉我打星星，他不开盾的话，我都打得动。第二波就打不动。看什么看？一级都不。我看个毛，我看道士。你在野外的时候，你现在是有准备跟他打，在野外是。哦喂，尼玛的！尼玛的，还来啊！我被连续杀了三次，被连续杀了三次以后就怂了，就。尼玛的还来！牛啊你！你现在有新技能不好打，我跟你说，你没这个出手，根本就，哎，我操，这个多威吧，怎么运气怎么这么好？你还是打后手啊，但是别人先手可能就把你。除非 FF 有那个，有以前那个。这就处于不平等状态，别人可以先手，别人先手的份，没有你先手的份，你先手还打不死别人，还不能对他造成足够的威胁，他被冰冻了，他被死冻了，他跳走，你又追不上他。你用火雨就直接死了，我跟你说，你用火雨直接死了。FF 以前做的那个移动 FF， 那个就能打。哇，那个 FF 我就走开了。移动 FF 直接被封号了。不是这个问题，太暴力了，他的攻击太暴力了，我跟你说。打战士，打那个叫什么玩意的，那个叫什么战士啊？他没有跳，他你看他跑上你还有准备，他这个根本就没准备，直接就是在你面前了，啪地上半血没了，再砍你一刀，死了。他那个还光闪一下，你还有时候你还看不清他到底跳到左边跳到右边去，但这么大一个天雷阵，挡不住。你就虚了，跟你说，马上就虚了。这都能打不到，这太坑了吧？不不，那个、这么大一个跳，他那个跳到我来就看起来那个五。范围很大的，范围很大的。跳过来一个刺眼的光。七。这东一般就知道跑，不知道。他不是刺眼，他一般跳的话，我们应该能够看到他起跳的位置嘛。你连就是连他起跳的位置都不知道他在哪里，就跳出来了。你找地形的，找有石头的地方的，跟他绕。有石头的地方，但是他会三叉。三叉四格的范围攻击，他妈的是很难防。小影胖子，你赢啊！三叉很疼的，他那个三叉可以直接插你，没盾的时候插200。特别有戏。为什么跟我不公平？你跟他，你跟他。发了发了发了，哎呦喂，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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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四六武器了，嘿嘿嘿嘿嘿嘿，冷静。
把他杀了，呵呵，爆了，爆了，六点六啊，这位的，你把谁杀了？爆了，爆了，爆了，哎，爆了，爆了，你把谁杀了？踢出来看看，踢出来看看，你把谁爆？